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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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天台四教一记教观纲中何说？各位比丘、各位沙弥、各位居士，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请放掌。啊，那我们上一堂课呢，跟大家谈到这五戒当中的淫戒哈、哦，那么呢，这个、所谓的邪淫，乃至于正受八关斋戒是正淫。并且提到了就文化世尊超越文化的立场来看人类就这个欲望本身怎么样子来一定程度的对在家居士的一个限制跟教导、哦、那么也提到了这个偶主提说到了说这个解释这个、经文当中说犯佛弟子境界者境界人者也就是他受了境界这里头包括了出家、在家、在家的五戒、守境界，这个时候你去犯怎么样？那么这个呢，除了诱引当中他提到，说诱使他犯戒的这个呢是有稍轻，但是呢也是很不容易忏的。那么这提甚至也提到说，将来如果你不是诱引的，你明知他受戒，你还对他第一次的破他犯恨。这就是破犯恨了嘛，正淫以外的邪淫，那就是犯就是犯邪淫罪。那如果是出家人，那就是破他犯恨，我、哦、这真的是遮止受出家戒了，将来真的不能出家，这就没话讲，哦，真的是这样。啊、哦，无论你受戒不受戒都一样，是你坏他，从被你坏的那个人说的啊、哦，那这很严重。好，那么这个是这段经文呢，讲到这里。接着呢，下一段经文这么说的啊：佛告诸比丘，吾有二身，身身戒身，身身就是这个三十二相这个身，戒身以戒为身，不，戒是一种精神，一种行仪的准则。啊，这个行仪的准则做到了之后。整个身体表现出来是肉体以外的那种清净庄严功德相，功德相。哦，你比如当年我们看广化和尚他坐轮椅，可是我们总感觉他是一个清净庄严的比丘，因为他守戒守得很好，哦，讲戒、弘戒、传戒非常好。我们他的身身是受病的，受限于这个轮椅的。但是他的戒恨戒香馥郁遍于十方，他虽然身体不能动，但是他的戒身处处被感动着。你看海公道海律师前几天昨天前天我去净律师不是净律师那个义德寺授课，授完课了呢，他那和尚尼呢就哦，拜托啊，他在整理海公的那个菩萨戒，然后他问了足足一个半小时里头的戒律问题，那当然我就给他回答，那里头他提到了海公的话，那哎那是文字，可是每念那个文字的海公的声音啊形象啊如在目前，戒身。不是海公在跟你聊天，海公在很正式的，你几乎就看到一个老人，六七十岁，那个时候他讲这个经是六七十岁，一个老人坐在戒堂上面跟你讲戒，那真的就是他的口气，哦，那个传兵法师真的好厉害，真的，那是我以前跟他在一起，亲近他老人家的时候，传兵法师真的是人才。真的是，就像那个，我们好几位台湾的，他看起来是默默无闻，这真的很厉害。你看他
像那个像那个普现长老，他背静坐当中背《金刚经》，对不起哈，五分钟，五分钟背完《金刚经》，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就有办法背《金刚经》，所以这种人将来都大成就，已经是有成就的人了。所以他的行为态度都不一样。那他传明法师，他在记录那个海公的那个，他都是随堂记下来，记下来直接讲成台语哦。好厉害，那个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呢，真的就是海公的话。所以今天看那个文字，几乎就是海公的借身在那里讲话。哦，是这样。那我们临时被问呢，可是哎，奇怪，我们因为亲近海公，我们知道海公这个意思。他问了将近50条，我的基本上都能圆满解决。所以这也是平常跟大家一起诵戒的，我有时有空没出门，一定跟大家诵。那诵戒功德很大，那个文记又就自然记得。那你就自然，因为我也讲过菩萨戒嘛，所以他那个文，那海公在讲什么，一般人听不懂他那个话，哎，你就是会懂，他就会加持你。那你平常你诵戒嘛，他也会加持你。所以就是诵戒真的很重要，你不要小看那半月才诵一次，你去忏罪忏完了清净了来诵戒，那心里很舒坦。没有负担，然后那个与大众中诵戒那个庄严，是不是？今天法界当中真正在诵戒的不多的道场了，我看不出100间，全世界算一算恐怕不出100间。那能够这样诵，我说比丘戒了，我不是比丘尼，我不知道，哦，是这样，那这个不是很庄严吗？所以这是戒身的加持，你呢也会被诱发你内在的戒身。戒身不从外求啊，金刚光明宝戒就是从大乘的一佛乘的三昧耶戒体。为什么三昧耶？本不动摇，本不坏，本不坏灭，本不生灭，本不来去，非因果法，非青黄赤白黑，所以它是与你的定慧相应，所以叫做三昧耶戒体，它本质是不动摇的。我们放蒙山的时候不是有三昧耶戒吗？就讲这个，所以它是依大乘法而来。我们为什么蒙山施食的时候功德能够大，就是这个戒身，就三昧耶戒身。这是声闻人不懂的，你现在要把它解释成声闻法的话，就是解脱之戒，戒定慧，解脱之戒的戒定慧的那个戒，戒法身。那个戒法身是生灭的，正阿罗汉正德，那是生灭的。但是在大乘法当中的三昧耶戒是一切凡夫具足的，它就是佛性戒，佛性戒没被显发而已。那这必须要用菩萨戒慧通才可以。那南山律师呢，这么注重南山的声闻戒法，但是他在戒体上他也唯一解释，人家问他说，你在观想戒体的时候，沙弥戒、比丘戒通通观想什么？愿断一切恶，无恶不断，是修一切善，无善不修，是度一切众生，无众生不度，观想戒云，这个每次都这样，到了菩萨戒也这样。那请问什么时候真正得大乘戒体？他说菩萨戒，一句话你都八个嘴啊，你就饱到不行了，这是最核心的语，声闻人不知道。一位研究声闻律法这么深刻的南山律师，最后会归的是什么？菩萨戒。菩萨戒。所以我们大乘人解释一切戒，当分的声闻解释完毕的，一定要会归声闻，一定要会归大乘戒。哦，那这样子才不坏佛法的本意。哦，声闻人不懂我们就不谈，但是对于大乘人我们要知道。哦，好，所以说这是什么？你看，身身跟戒身，我有二身。若善男子为无身，为无，这叫念为无身身起七宝塔，至于梵天。哦，就是为我啊，供养我的身体的灵骨。哦，因为我们那个塔要完成了，我已经开始在跟人家化缘那个佛的舍利子啊，好多人已经送我。好，那就是所谓的。为什么呢？为身体的舍利子起七宝塔，高到什么？宝塔很高，高到大梵天那么高。哦，若人窥之，其罪尚犹可悔。
如果有人这样子去亏待这个这样子的宝塔，损坏这样子的宝塔，那个罪呢是可悔的。但是如果亏我的戒身，什么是我的戒身呢？世尊说戒如是这样做，世尊当然也自己做啊。那你今天你呢毁这个世尊所教导的行为，而且是毁你跟他的约定，你当时受戒的时候在三宝面前受，对着世尊的教法说你要受这样子的戒，现在你毁他，就毁了自己的誓言，也毁了世尊教你的戒身，也是世尊的戒身。你做佛弟子吗？世尊的戒，你的戒就是世尊的戒，就是世尊的戒身，就是毁无戒身，我的戒的身体，那么其罪无量。为什么戒会是身体？你想想看，戒是不是表现在身口上，对不对？那你今天实践身口的行仪，是不是就实践佛的身口行仪？那你毁了你身口行仪向于戒的那个行为，你不就是让人家看的你不，你像个佛弟子的外表，却没有佛弟子的行仪，而这个行仪不就是佛的行仪吗？佛自戒，当然佛也顺这个戒的行仪来做的。你今天毁这个行仪，就等于毁佛的行仪。行仪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身体表现出来的。你看看，你的身体会吃饭，就以吃饭来说，你跟凡夫不是都在吃饭吗？你有一个身体长养，用饭来长养你这个肉体，凡夫也是啊。所以生身就是父母所生之身，与凡夫无别啊。可是你这个身体却表现出那种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观，非礼勿听，这样子的一个如法的圣人的形象的时候，这个不同于凡夫。虽然也是用这个肉体来实践的，但这个肉体实践出来的相貌跟氛围，就是戒相，以行仪为相，戒相那种道德的感化，道德的清净相呢，哎，不同于凡夫。这就是戒身，依戒而现相，依相而形成身，这叫什么身？戒身。你看我刚刚讲了，人家去看哪个和尚尼，哪个和尚，他说那个居士跟我讲说，整个出家师父的就给人感觉是一种清净庄严的感觉。当然这居士的描述啦不一定对了，但是好歹他有一点这种感觉，或许他描述太过了也是啦，但是他有这种感觉。这种感觉你看，一个出家给一个世俗的人有这种感觉的，他就无度而度，无言而度，这就是戒身。所以戒身感人甚深呢，他能够无眼佛界，他能够让人一见一次面就永生难忘，他能够像我这样子，我去人家问了二四五十个问题这样子，哎，我念念之间就好像听到了海公律师他坐在那里讲经说法的语音一样了，那就是他的身现出来了，那不是他的肉身啊，他已经肉身已经化了，他是什么身？他的戒身。他那种清净的行仪，他那种对于戒律的解说让你毫无怀疑。当那个老尼师就问我，哎，这句话我们说错，我说，哎，看一下，不是说海公说的一定对，也不是说他记录的对不对，你就感觉用那种海公的声音来跟你应对，然后他会加持你，让你对菩萨戒的感觉回来了，一下印证，哎，解得出那个道理来，明明很难解释的，哎，他就自然会有那个解释会出现，哎，果然是这个意思，哎，大家都哎很高兴啊，对，是这样，这就是戒身的加持。啊，平常因为你曾经亲近过他嘛，你不会觉得遥远嘛，那个戒身你看看穿越时空能够保持在你身上，这样子叫第二身。所以你要毁了这个戒身，其罪无量。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戒身就是佛的戒身，是同一个戒身呢、啊、十方诸佛等同这样行为啊，清净行为啊，不杀盗淫，当然十方诸佛都这样啊，对不对？所以受罪如伊罗龙王，等一下会解释啊。偶主下面就解释了，他说、啊：“此劫世境界不可窥犯也，戒身即法身呢、啊。
以戒为法嘛，戒是法的一种嘛，所以戒身就是法身，戒是佛法的一种嘛，对不对？好，那么呢，这是简他简单说了，佛以戒定慧解脱，解脱自见为法身故。注意，佛是以实相为法身，不以这个五者，这叫五分法身。戒我常常讲戒定慧解脱解，这是声闻法的法身。声闻法把法身当作以这五样做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自见。其实大乘法都 不分这五样，直接就实相，实相不可名状，即是戒定慧解脱，解脱自见，不可分，就是实相、哦、那么没关系，他有时候会这样做的，这个可以理解。好，那么以此戒法实实相受，即是如来法身常住不灭。对，我将这个法传过去，你也继承这个法，那不就是把佛的法身继承下来？那你毁他，你轻视他才会毁他嘛、啊、轻视他毁他，那就毁法身嘛。如果你不小心业障深重造恶了，你极大的忏悔，表示你不想毁嘛，所以戒体还会虽然受伤，赶快忏悔会回来，这就是所谓的可忏原因在此。因为你不是真的轻视他，你是业障重，习性来了，颠倒见现前，然后恶缘现前，一时不察，然后犯。声闻人说降你就破了，没得忏。大乘人说给你还有忏，因为你保留那个不坏正见，因为你有惭愧忏悔心。所以这就是大乘跟声闻乘会有不同的地方。大乘声闻乘看到你破的那一面，声闻乘看、大乘看到 你还保留的那一面。所以为什么说大乘才是佛的最后密意，最后的本意？因为佛不是自戒来让你就这样毁掉的，他自戒当然是要你不可毁，可是你的当中真的有毁心，大乘难忏没有错，但终究给你忏，所以他容许你继续在僧团当中、哦、给你机会、哦、好，那么就是这样说了，实实相随不可灭嘛。若或自破犯恨，或复破他犯恨，这一开始讲犯恨了，看到没有？这讲淫欲的事情，用淫欲来表示、哦、来表示你重戒嘛，自己破，那么即是破坏如来法身，有没有？那么就所以说叫破坏深深的舍利塔最为尤重也。你看偶主这样解释，有没有看到？就是我刚刚的解释一模一样、哦、好，依罗龙王，这是解释名词了。句云依罗拔罗，意云依罗波，依罗是树，此云臭气，拔罗此云极，就极臭气。此龙王习为迦摄佛时的比丘，不过呢，以嗔恚心故犯折草木罪，折草木戒，不知忏悔，遂至头上生此臭树，苦毒无量，故杀道淫妄根本重戒，可犯乎啊？他说只犯了一个什么呢？怪生种的罪，啊、哦，话要念怪哈。重点在什么？恶心。他觉得佛陀自在怪生种没道理啊，这应该是缘起的，当年、哦、文化这样才治这条戒，没道理啊，人家跟他讲不可以，他就起嗔心，说我就是要犯给你看，他在嗔心，完全不接受戒法。你要知道我们有时候犯戒不是起嗔心，也不是真正起贪心，是一念烦恼结心，然后就念念不绝啊，又没有善知识在旁边，然后私下就这么干这么干，然后环境又不好，淫欲心就一直动一直动，你又挡不住，又不敢让人家知道你起淫欲心，然后七弄八弄，私下男女见面，然后那女的染着你，男的染着你啊，七染八染，又害怕别人知道，没人别人不知道，就别人不能帮你忙，就扑起来，是，常是这样。他做了之后，他在起大忏悔啊、哦，像醉茫茫一样。愈想愈觉，等得起愈觉的时候，身心茫然，完全为性荷尔蒙所控制，就不能自拔，那真的是可怜。他不是真的恶心，不想守戒。大乘法就是看这一点，说你还有救。他凭说有救不是没道理，就凭这个说有救。声闻法凭的是明明重罪，你还敢犯。从犯的那一面说，说你没救。
各有重点，因为它的重点在于维护戒的尊严跟它的标准格式，就是犯就是没救，所以灭兵。所以到了后来上座部开始集结的时候，就接受了有学毁沙弥这个事情，原因在此啊。他也渐渐有大乘的思想，尤其是法藏部的戒律，法藏部的戒律一向里头有相当多的咒语跟利益众生的法门在里头，他就有大乘的想法啊。好，所以说这里就是这样，他说起的嗔恚心。以嗔恚心这样折草木，这是很小的戒哦，都会有这种果报。那万一你又起那个嗔恚心犯重罪，那还得了？谁呀？有一位比丘尼，早年在佛寺的时候，叫做什么什么什么妙字头的还是怎么样？就一位比丘尼，他就这么说。他说：“佛陀治那个淫戒没道理啊，淫戒不杀不害不偷不盗。”啊，两情相悦，啊，这个怎么会是重罪呢？他就真的就照行淫戒，这就是谤戒身了嘛，真的是坏戒身。哎，你讲这话鱼目混珠，哎，有人颠倒就这样听，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阵子有那个居士，后来他忏悔了，他临死之前还现出家相了。哦，大家应该知道我说是谁呀？替他说说也没有错了，这个人也不坏了，就李元松。他早年写什么书你知道，我就说这种人想讲这种话真的会下地狱。他怎么说？他说淫欲不是生死的根本，淫欲因为呢这只是爱染而已啊，那个生死的根本是无明，这白马非马就讲这种话。你一个在家人，你当讲这种话，淫欲非生死的根本，经上就讲得这么白啊，只是在家人没办法而已啊。你要证四果的人一定离淫欲，即便是在家人他也一定会去出家，从来没有证四果的在家人，没有。我说还行淫欲的四果人不会的，他自然就离淫欲才能够离生死，怎么不是生死的根本呢？这个话呢当然也是有日本包括中国的包括台湾的一些长老啊，甚至于写过这种文章，这种文章会让人家误解，他或许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被误解。那这些居士啊就抓了这种鸡毛毯子当令箭了，就拿来用，这样呵斥了出家法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因为出家法的唯一就是离淫欲最重要嘛，他现在呵斥了出家法了，所以他就号称他要建立菩萨僧团，是这样子。那现在呢，领了一群人继续念佛，但也不错。但是这些念佛人呢，他也不尊重出家法，这样就不好。你要恭敬出家法。那讲起话来都讲大话呢。我在家人，我要好要佛法，你要将来临命中一定到阿弥陀佛那啊，有一定阿弥陀佛给你使用的，一定。你要是真一定，你也不用公开宣称嘛，你就得利益就好了。你干嘛要公开宣称？表示你心还虚嘛。那都是余留的居士白衣的傲慢，非常不恰当。在20年前呢，很多居士老爱搞什么，这个纪念弘一大师明旦多少岁多少岁。我说这是明的是恭敬弘一大师，暗的是暗批出家人，当今的出家人没守戒，他是暗批这个。我就公开，我就跟那几个居士骂，我就说你们是认为今天没有有持戒的人是不是？你们知道什么叫持戒？好了，弘一大师很恭敬了，很持戒了，那你又知道他持的是什么戒？他是个出家人呢，你们懂出家戒法？你们看了出家戒法就犯罪，你们根本就不能看，那你凭什么说弘一大师持戒持得很好？就算是真的，你就知道他持的什么戒？你连赞美他持戒的立场都没有。你这是傲慢相。我就批了之后，后来他们没意啊，没什么意思啊，然后后来这事情就没有再发生。他一天到晚在这边，你供养弘一大师恭敬都是没问题，可是你大张旗鼓那是旁若无人，你司马昭之心，你安的是什么颠倒相，谁不知道？所以这都是慢心。你身为一个居士也好，在家人也好，你出家人也好，你就是要对一切众生恭敬，
你不能拿佛法害佛法，拿佛法彰显慢心之法，讲的是头头是道，心里头都是痴慢之相，哦，非常不好，哦，好，那么这位比丘就是这样起嗔，只是起嗔犯一个小罪而已，以后他堕落为龙，你懂吗？那只龙呢？龙是他的果报，但是有一个花报，就是在龙头上面长那棵臭树啊，真苦啊，很臭，长那棵臭树，因为他那个嗔心让他堕什么？龙是有嗔心的，你看那个蛇，那蛇有嗔心，你不惹他，他拍口口要追人，要咬人这样。那有的蛇啊，特别爱追那个深色的衣服，哦，那就追，哇，很凶，很凶，他嗔心，堕为龙身。然后呢，这个花豹就长出这个东西来，哦，这样开花嘛，哦，果豹是堕龙身的，哦，那么臭树是什么？毒臭无量，况杀盗淫妄这种重罪啊！然杀盗二戒，稍有慈心怜退者，犹不肯犯；唯独淫戒，人罪亦犯。你看，连偶主都这么讲，天生的欲爱嘛。对不对？你看有杀跟盗，你说杀要杀一个人，那要很大的嗔恨，你才会杀一个人，对不对？那这男女那思乡眉来眼去，尤其今天这个社会啊，男女瘦瘦相亲呢，为了工作方便呢，大家常常就这讲打情骂俏是难听呢，啊，就是什么呢？保持工作环境的融洽，那七融八融。容于身口，容于手不容于口，容于口不容于手，现在不是的，去容于身口，最后容于心，那就精神出轨，身体出轨，很不恰当，很糟糕，这就是末法。工作环境男男女女嘛，是这样子，哦，所以故偏，所以说故偏于此结示，结示什么？结示说这个亏戒身的事情，哦，然犯戒之罪，既有重于坏他，则持戒之福不由重于其他也。信佛子是是，就是说，既然呢，啊，这是因果是平衡的嘛。既然犯戒啊，既然犯戒有重于坏他，那你守戒功德就重于什么？重于守塔了。这因果平衡，这就是劝勉大家要好好守戒啊。好。接下来啊，接下来静想，这静想哈，这里呢，我特别标了戒相表记，比丘戒相表记跟五戒相经千要注所做的一样，我特别注明了，因为有些地方不一样，哇，有点麻烦啊，怎么说？就是。弘一大师在研究南山律做了一部比丘戒相表记，我这里简称叫记，那么他又做了然后这里我们引的五戒相经千要，千要是偶主解释五戒相经，然后又有一位注解者叫就是广化律师，那广化律师他也做了这个净想，他也有依据的，那么他的净想跟弘一大师在同一条戒的净想的强弱来说，反而是弘一大师依着南山所研究结出来是比较弱的，就比较开通的。那么呢，广化律师因为他的性格也好，或所以他的研究跟他所依着文呢，会比较苛，在净想方面会比较苛。在前面的杀戒我已经提过了，主要在。当分的犯境当中起疑的话，到底是正犯还是不正犯？弘一大师认为不正犯，因为你要有疑心的话，换句话说，你不是真的要这么做，所以有疑是属于犯可悔罪。可是呢，广化律师他就认为说，不，你如果只要有疑，换句话说，在正犯的境界上面，有一半的机会，你还是认为他是真正你正犯，比如说是人。人想，人又人想，当你杀人就重罪了。可是人想，人想是人，啊，人想人疑呢？
广化律师认为你人疑有一半的机会是人啊，那你还敢杀？你还敢杀？可见你这个罪不可观，所以你是重，不可悔。他从治的更苛的角度说，可是弘一大师一的南山后来的修正文吧，有可能啊，他是这么认为。他说，因为人是人，你人疑，你怀疑他可能不是人，你才敢杀。他解释嘛，不懂，你才敢杀，可见你还保留一点好心，懂吗？如果真是人，你还去杀是重，那因为你怀疑他可能不是人，有一点儿怀疑，你才敢杀嘛。可见你的心没那么恶，所以可悔罪。按你听我，这样听懂吗？可见在判罪的轻重方面，一个律师是有一点点空间的，是有一些空间可以看当分这个犯的人到底用心是怎么样。他如果在杀人的心相当的重，相当的毫无转想的可能，但是没话讲，就是杀人。可是他如果有一点转想的话，以今天来看，他如果惭愧心很重，你应该给他可悔，因为他有一点疑，有一点疑，有一点疑。好，那么这是就杀人来说是这样啊，这里要修正了。我之前只是引广化和尚的镜像，后来我在讲义当中我有加了。我有加了，大家到时候会看得到，我有加进去。那弘一大师在做的时候， 他做表记的时候，他就不是这样，他认为人疑的话呢是可悔，还可悔，因为你是人疑才杀，这样不是那么决定。但是这条淫欲戒就不一样了，淫欲戒论的是什么？论的是你行淫的动机真实有无，以及受乐的，不是受乐，就动作的真实完成，不管你受不受乐，不管你受不受乐，啊，这里有谈。所以说我这里讲说，这里呢倒是很难得的，弘一律师的解释呢跟广化律师的解释是一致的。他怎么说？他说，如果是道，什么是道？女生有三处，我们讲人呢，哈。我们现在讲的是大淫戒，所以讲人，女生有三处，大便道、小便道、口道，对，男生有大便道跟口道，这样五处，你是道相，四道，在 这当中是道，然后道相，你也认为那是道，这样上品不可悔罪。好了，是道疑，你也是上品不可悔罪，为什么？因为你受乐同啊。因为他就是知道，即便你怀疑他不是，你去做的本身，你那个受乐感觉是同的，是这样。所以整个的行为，淫欲的行为无差，受乐无差，啊，本来你行淫就是要受乐啊，对。虽然律，虽然缘起，虽然戒缘当中，虽然戒缘当中啊，不一定谈到受乐不受乐，不谈到受乐，淫欲戒的话不论受不受乐的，但是你在行淫道，即便怀疑，你的行为本身确实是入道，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是正犯，哦，这点是一样。再来，哪怕你认为他非道，就在昏暗的环境里，你就是想行淫，你有淫心，那么所对着是非道，你是认为他非道想，好，那么这样子呢也算犯上品不可悔罪，因为你受乐，你行淫的那个染爱感都完成了，那明明是道嘛，你的受乐感就会在那。哦，好，那如果呢，如果是非道，本来就不是道，本来不是道，比如说什么是骨尖啊、脚尖啊、两手啦，这些就不是道了，
是身体的余分，就其他地方，哦，其他地方这样子，那么是道想，你做道想，非道疑，非道想，本来就不是道，哎，这样好像不是道哦，或者非道想，通通反正就不是道就对了吧，不是那个男三女女三男二嘛，那都不是道了，那这样都是中品和回罪，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根跟根的相合，这个缺缘嘛，他就缺缘呢、啊。那只要是道，你有根跟根相合的这个事实，完全缘无缺，不管你怎么转想，是人人想，是就是由淫心，人人想，啊、哦，那么这些都算是正犯啊、哦。那好。在这里呢，我们会看一下，往下看它的戒缘啊，戒缘就可以看出来了啊。好，我们来看看，先看戒缘，下面表解里头有个戒缘啊，戒缘先看，你看哦，去淫欲啊，自己淫欲，就自己淫欲什么意思啊？就自己愿意去淫欲，对方也愿意，那大家都相互愿意，不是谁去强暴谁、压迫谁。这样叫做自淫，它有五缘成犯，五缘成犯，有的地方说成四缘，有的地方说好，第一是人、非人、畜生都是哦，非人不是指这物品呢、啊，叫非人，不是，是指人以外能变化的天龙八部、鬼神等，那畜生就是不能变化的，一样哦。你那个欲爱染心是一样的，所以都犯哦。所以大淫戒不谴责，只要他是动物，哪怕死了，我们上一堂课讲，哪怕死了，他的根没坏，一样正犯哦。嚯、哦，这很严呢、啊，是这样。所以这对象先要弄清楚，是众生，也就是不能讲说是人，缘起上不能讲，这聚缘当中不能讲是人，是众生就是。换句话说，我问你。那如果是物品呢？那物品当然不正犯了啦，那这就真就是这真的是不正犯。不过是物品的话，比丘是犯第二重罪啊，收淫嘛，制赌嘛，这重犯啊、哦。OK， 好，是众生，第二是正净，南山律，这里是由修改成南山律的句源了，更精粹了啊。是正净就是南山男二女三。就男二女三，就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对方是男的还是女的，总是男生的二根对女生的三根有了接触，哪怕是男生的二根对男生的二根有了接触，无论谁对谁，女生的三根对女生的三根有了接触，虽然是不太可能，但部分是可能的、哦、我不讲描述那么深了啦、哦、好，那么这些都是净，然后有染心，有染心，这是很特别。这一点呢，也是我们很正式的说，对于今天有人批评藏传佛教的所谓双生修法当中，如果双生修法有可离罪，在声闻界上有可离罪的，主要就是这个戒缘。这个戒缘上面说有染心，那要是无染心的话，真的是不具缘。甚至于一切无犯，是，只是说我们值得怀疑的，就一般凡夫真的做不到这样，好、哦，做不到这样，啊，但是事实，不要说是凡不要说是圣人，即便是凡夫，他的道念坚固一点的话呢，他是有机会在淫境当中全身而退的，这绝对有可能，也不是淫欲就真的这么样让你无可控制，就是看你平常修为，看你平常修为，这确实是的，好，跟你保证，你信仰佛法不是这么样无力感，即便是男生，你受女生的诱惑，就像一张纸在保护，男生要诱惑女，像一个山在保护，所以女生要容易跟人家行淫就比较不容易，男生受诱惑
欲爱的诱惑跟人家行也是比较容易。即便是这样，你在正念法当中你都是可以超越的。不过这里头确实有这么一条，无由淫心哈，真的是无犯。南山律也是这么说，不用怀疑，真的是这样。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是因为忏公老人家写的，他上面也是写的说无由淫意，无由淫心，我是有一点怀疑说，哎呦，无由淫心会不会给人很多很多模糊的空间，那我们怎么去理解啊？那么我们去理解了，发现到说南山律师当中研究律学，我们也他也是认定是有无淫心的事实存在。换句话说，无淫心容许什么？竞合哦，听懂不？容许竞合哦，很特别，很特别，容许竞合，竞合无心是不犯的哦。这样子，换句话说，男二女三竞合，但是你无淫心是不犯。好，来了，问题就来了。这个后面有讲到，凡夫念念差别，只要你一念有淫心，你竞合就是犯。那这难，不容易。所以人家密教也有很深的标准要求，不是随便可以这样做的，不是随便可以这样做。那么这个当然呢，我们就不谈了啦。我是说，也不是就这样直接判定人家是犯，他确实在缘上面有这么一条，无淫心不犯哦。好，所以一定要心，一定要心染心，或者叫有隐心，一定要心这个的染心。再来，有的染心还不够，还要心方便。什么叫心方便呢？你自主的去动作，从脱衣、身体的接触、前进，最后必须完成一个动作，那就与境合。只要与境合哦，这里头就不问受不受乐，自稳不问受不受乐，但境合如矛头许即犯，这是我补充的。如矛头许就犯哦。曾经有一个社会新闻是这样，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跟一对夫妻，三个人说好朋友喝醉酒，这个做老公的呢先去睡觉啊，老婆呢不要趴到哪里去睡，现在人怎么会这样？然后另外那个算是朋友而已，醉眼惺忪，结果去对那个女生呢做了不当的行为，结果被告了之后呢，那个男的你知道吗，还在醉啊，跟法院讲说，我才入他的身两次而已，所以有这么严重吗？那个法官气到爆，说当然有啊，你入人家的身就犯了。哎，这个跟佛法讲法一样，他说他才入两次而已，这真的太颠倒了。要是你是他的先生，你接受这个事实吗？才两次，像这样就一点点入就是犯，那就是。就对对方，要是有先生你犯邪淫来说，就是侵犯人家妻子丈夫嘛。那要是就男女来说，就是完成了一种性爱的行为，即便你不受乐也一样，不论受不受乐，不论受不受乐。那这个就让我记起来说，有一些居士曾经问过修密教的长老，汉传长老，他修的是更早的密教，不是现在藏传的那密教，他们也知道说有这个类似的法门。那居士嘛无所谓嘛，他就是问那个出家人，问这位长老，这位长老已经圆寂了，我不说哪里，就问说啊，师父啊，我们也想修行，乃至于在淫欲中修行。那长老说，哦，那你要怎么修？那我们就是，夫妻也敦伦敬奋，但是男众不出京，那这样可不可以？那和尚就马上骂他，那个长老，当年已经70多80了，就骂他说，你这样只是生病而已了，你要你就不要行淫，你就瞎搞，他就这样骂他。你看这就居士的慢心鱼与熊掌要兼得，又要行隐，又要当作是在修行，哪是这么样子的？
人家你去看看那个人家藏传，即便他修二双修法，他那个是起正念，你知道吗？他不能够有一念贪爱心起来，不要说疑惊了，他连念都不可动。他把男生女生把男众想成是佛，男众把女众想成是佛母，那么男女相合表示什么？菩提方便与智慧方便，慈悲与智慧的和合结合，也成就利益众生的大事业。里头没有一念爱染，糊涂蛋是这样，那哪有什么谢不谢经的事，根本与经无关，是这样。那么这个呢，确实堪称不犯，没错了。要能这种念头，哦，那么其他的我就不说了啊，我也不说你能或不能，我只告诉你缘起上那个聚缘上面是这么讲的。好，那么如果就五戒当中的淫戒当中有一个特别情况，就是你被强迫行淫。两种情况，你被强暴的，或者你被胁迫，你去跟某人行淫，把枪指着你去跟某人行淫，常常是在作战的时候，或者是大家有私下恩怨的时候会干这种事，报纸上面也有这种案例。尤其在战争的时候呢，人类有一种劣根性，以侵犯敌国的女人作为泄愤的行为，那非常非常恶劣，非常恶劣，自古以来都有这个，非常恶劣。作战就是两国不和，我们拿拳头来比输赢，来论是非。既然是非不能论了，我们就拿拳头来论。这是男人跟男人的战争，你干嘛波及老弱妇孺嘞？你有女人，别人也有女人，你有父母儿女。妻子，别人难道没有吗？今天是他男人的枪炮输你，不是他女人惹你啊。你做一个大丈夫的人，怎么这么样子欺负别人的母亲，别人的妻儿呢，妻女呢？你这算是哪门子啊？对不对？是不是啊？男人跟男人的作战，就是那个谁啊，魏德胜演的那个赛德克巴莱，不是赛坑的巴莱哈，赛德克巴莱啊，他演的就是男人跟男人的战争。他不是演一族什么什么什么中华民族，伟大的中华民族抗衡日本伪寇，他不是在讲这个民族问题，他在讲男人跟男人战争，他在讲这个事。你把它解读成这样，所以整个中国都不喜欢这部片子嘛，他目的不是在讲这个嘛。好了，这样的时候那是怎么做的我们不谈了。你看当年你日本人你侵略南京，好吧，你把南京拿下来，你很气，你就把杀死就好了嘛，你干嘛侮辱人家呢？我的老师跟我讲啊，他就是当年躲在小女生躲在那个，哦，他不小了，他那时候还不小，可是少女哦，躲在米坑里头，整个埋住，没被日本人抄到，不然就被强暴了。这样，小到三岁，大到八十，他都去行淫，太过分了。这你是男人吗？男人就把男人的尬死拿出来嘛，是不是？你怎么做这种事呢？猪狗不如，猪也要人家发情才去行淫啊，你怎么做这种事呢？是不是这样子？更何况是你发动战争的，又不是中国来侵略你的，你踏到人家的国土上来，你这样侮辱人家的女人，这太过分了。我是替日本人宵夜在讲这个话啊。那么所以这就是所谓的什么？所谓的被逼引的事情。好，被逼我们来看缘起是什么。自饮不问受不受热，但竟何乃至矛头许呢？就是犯，这前面讲。但是现在是逼饮的话，就不论他逼饮己，或者己受他逼，或者而向他人行饮，叫做是正境，就是也是男，就是人男二女三，人非人畜生都是。
然后唯愿所逼，这叫正境啊。那唯愿所逼与境合，这就都有了。注意，有一个，也不谈受不受乐啊，不，这是真的谈受乐了。这里就谈受乐，你受乐犯，不受乐不犯。所以呢，这就是讲到这个事情，就是很让人要小心。世尊为什么立？立比丘尼不得独行，就是因为你不逼，你不行引，人家逼引你。那逼引这一刹那，一生爱染心，叫一刹那，你就犯众，太危险。那当然有人会问说，没有啊，人家我们女生受人家强迫，怎么会觉得爱染呢？这就讲到一个故事。古时候说有一个国王说他要找智者，然后就拿两条蛇一模一样，长相一模一样，然后就摆在那。而你知道蛇在行淫，它男根才会现前，不然不现前，看起来都一样，也没有那个根，男根女根都看不出来。就他就问说，有哪一位智者知道这两条蛇哪一只是公的，哪一只是母的？结果有一位智者啊，那是佛陀的前身啊，他就拿一个很温柔、很滑贴、很滑顺的布放在那两条蛇上面，那个很安稳在那里享受的就是母的，那个很躁动、不喜欢这种这么柔软的，那就是公的。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个女众对于身体的肤受特别强，男子用眼睛，女生用耳朵跟身体。就这样，所以男女行淫一结束，男人呼呼大睡，女人还需要什么身体的爱抚，她才会发情，真正生欲望，她会这样。所以呢，你要了解这很古来不解释为什么，为什么佛陀在这里说行乐，被逼淫而会行乐？一般被逼淫气都气死了，怎么会乐？不是。因为女众在身体的结构上面，她受这个身体的皮肤的那种诱引呢，是会慢慢升起欲乐的。她有这种特质，佛陀不说而已，所以她会说受乐就不可以。那因此她害怕这样。你想想看，你是被逼引，结果受乐，那不就真的很丢脸吗？她为了不让这样发生，所以她避免了女众独立这样受害，甚至于晚上睡觉都不能自己一个人睡，他就是在防护这么生细的东西。我在《爱道经》有讲过这个道理，所以你知道佛陀在保护女众方面，简直就是像老太婆，悲心深切哦。你要体会，你把这两件事体会带一点，你就知道了。所以女众特别喜欢柔柔腻腻的东西，你不信，你去查一下就知道。你自己观察你就知道，男生不喜欢，女生喜欢这个。所以女生对于那个，比如说哈，有一位居士帮我做一个 sample 的那个声带，那个声带是台湾很有名，世界上相当有名的灯丝绒，就是他随便拿一块布，那剩余的啦，那个是很好的，就很难得的这种布，它不会起毛球的。这种布我告诉诸位哈，任何男生看到一点喜欢都不会喜欢，甚至觉得它太重太热，因为灯丝绒嘛，夏天看起来会太热，男众就会这样跟我讲，哎呦，嘿，太热。你知道女众好乐意，就想拿来摸摸看，哇，好，那个眼光可特好啊，一下就认出来，是这个料很好哦。我说你都没看我的声带，看我的布料，马上就这样，很敏感。完全就跟爱道经、跟那两条蛇、跟佛陀治这条戒的深意完全密合，所以佛陀怕这样。你可想而知，人家的儿女、人家的儿女妻子被行强迫行淫，最后却受乐，那个内在的受伤有多大，对不对？所以他害怕世尊不让道人发生这个事，是会发生。所以这就是你可以知道说，人受身心的欲望限制之后，坦白讲很没面子，很没地位，
很没身份，很没自我。他正在发起淫欲念的时候，很没有身份，很没有自我，的耻辱羞耻心，真的像禽兽。所以要发心处理，这就是不净观。处处都可以修不净观，这就是这样修的。我初学这条戒的时候，就是看到这个，我就是很丢脸啊！因为你觉得丢脸，你就会呵斥自己啊！我甘都爱走入这丢脸的境界里头去，呵责啊！这种法你在外面不容易听啊，为什么？大部分是对在家人讲啊，人家不好意思讲成这样啊。所谓在家，就是以形影为目的，讲目的不好听了、啊，就是以形影为生活形态的、啊。你去讲谁鸟你啊？你师父一天到晚讲这种话，他就气你了，不想亲近你了嘛，对不对？他不想，他不应嘛。那出家人哦，讲大经大论的很多啊，啊，讲戒律也是一语带过啊。所以你不容易去思维这个生气的道理，所以说受乐。所以你看戒缘学戒最重要就是体会那个戒缘的用意，你就一生记下来不会变动。那就讲到，而且这个受乐是什么状态？前中后三十俱不受乐才可以哦，吓死人！你一定很难想象哦，哎，身心未接触怎么会受乐？我就告诉你，会受乐。我亲自看到研究报告。好、啊，对不起啊，你不要问我是谁哈、啊，我也亲自问过人，人家就跟我坦诚，是的，会受乐。男的跟女的都告诉我，根不相触，光眼见、耳闻，在现场，这样就受乐了。你看看。世尊真的了不起到这种程度，在这种你难想象的状态，另外一灾呢，一龙灾他都知道。不过当然了，他老人家结过婚，是这样子了，没话讲了。不过就是说，他把他讲得这么维系啊，正淫欲中当然受乐，这没话讲。那你想，糟了，后时受乐，这怎么办说呢？这是指根相处又离了，离那一刹那段时间，你还没有整个完全离开境界之前，你原想它，然后受乐，用刚刚那个境界原想它，你听好不好？就根境相合不受乐，根境相合当中不受乐，之前不受乐，根境出离那一刹那，你原想那个刚刚的境界，然后受乐。那你起来穿衣服了，你出去离开境界去受乐，乱七八糟，你不知道怎么样想的那个受乐，想他那个缘境，已经都离开那个境界，应该就不属于这个受乐了啦，因为你已经离开那现前境界了。有人能用想的就都受乐哦，哦，那种状态是另外，叫做欲想欲觉。曾经有个佛学院的男同学，他透过人辗转问我，他说他光用想的他就移经了啊，这样怎么办？哦，那当然这样有这样的戒律的判定了，那你看就有这种人了，这一定有犯了，但 不算正犯，因为他不是真的要想出经。如果真的想出，有动身跟没动身又戒律上又有差别了啊，他就是 有这种人啊。你看这个欲觉到这么严重啊，哦，所以是这样，所以这就是说受乐前中后啊，我们把这个解释得很清楚，是因为也因为这个真的是出家在家的第一条不容易的词的戒啊，我们把它讲清楚了哈，这样大家都知道。我们下面呢继续再谈戒文的内容啊，不过时间已经到，我们下一堂课再说。向下文长复以来日，回向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智归佛当愿众生理解大道，发无上心智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智归一生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